各位棋友，大家好。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对局是2018年12月13号在江苏举行的韩信杯下棋国际名人赛上面，由谢晋植红对赵欣欣形成的一个超快棋比赛。红方选择的是炮二平五，红方采用五七炮对黑方平分马。红方马二进三，黑方直接车九平八，红方兵三进一，黑方卒三进一。这样挺三兵之后，准备形成五七炮。红方车一平二的时候，黑方走马二进三，红方马八进九，黑方卒一进一。红方炮八平七，形成五七炮之后，准备车九平八出车，那么黑方就会马上进二，这是一些常见的变化。马上进二之后，红方就起横车走车九进一，黑方补象。象三进五，红方跳马，黑方再补士，红方马跳上了。这里如果出车抓马，那么马再往这里跳。假如说出车抓，马就往这里跳，这里要卧槽，那么只能趁势挡住，然后再进兵。兵吃上了之后，这里要踩炮，所以这个棋就不能出来抓马。这个局面下面，黑方选择车八进炮八进一。先守住这一步，下一步再走车一平四过来抓马，那么红方就走炮八平炮七平六，形成转成五六炮封车，不让黑方走车一平四。黑方走卒一进一，吃过了之后，红兵吃掉，黑车吃上了。这个时候红方选择进兵，进兵挡车。这里如果是用车吃，那么红方就马就进七，挡住车。下一步直接有进车一将，下士砍士一将，这样就把黑方的士给破掉了，并且还忽悠，同时平炮打车，打车之后车一跑直接拆马，这也是一个先手棋。所以这个局面下面黑方就不能够用车来吃，用车来吃最起码跳马挡住车之后，这里有个下去杀士的棋，这时候黑方选择用卒吃掉，用卒吃掉之后红方就升车。升车准备是跳马踩象，马一吃象之后要吃马。黑方这时候也不能走卒七进一，不能够挡车来踩车，感觉到黑方好像踩到车，因为红方这个时候有直接跳马。下一步这里要卧槽，如果直接踩掉车，那么这里卧槽一将偏出来之后，红方进一步炮，这个时候不能退炮，退炮因为黑方有一步跳马，有步跳马踩炮。抗住了尾炮，如果马踩掉之后，这里吃掉车，正好又抗住了尾炮，这个时候可以进炮，进一步炮，以后红方就形成了绝杀。所以这个局面下面，黑方不能够进卒。这样拉住之后。下一步直接马二踩象，黑方也不能进卒，进卒之后直接有马六进四的棋。黑方这时候选择是跳马，跳马上来，下一步准备要踩炮，红方直接出车，出车抓炮，这里踩炮飞掉吃马，这里吃炮，这个炮在这里。如果把炮走开，不管是平四路还是平三路，这里都有一步跳马踩车。跳马踩车，车一跑，有卧槽，有挂角。这个局面上面只能够退车，守住炮，炮不能躲。守住炮之后，下一步这里要踩中炮，那么炮让开。何况现在。进卒，进卒来赶车，现在就可以踩车了。踩车之后，这里马还没跳上来，马先跳起来，现在还是不敢踩车，因为踩车这里卧槽一将直接出不来，黑方趁势顶住马，挡住马之后，下一步要踩车，那么退车形成霸王车，形成霸王车之后，黑方走炮八平七，对车，这里如果一吃，那么踩回去，红方这里没有什么攻势。
这个时候选择 B 不对，把车过来抓住，黑方直接升车，升车上来吃中兵，这里吃掉卒之后，这里吃一将，红方不是，马再跳上来，跳上来这里将军要卧槽，平炮顶住。黑方卒吃上了，红方下车拉住黑方车炮。现在红方是双车双炮双马，黑方是双车双马双炮，一样多的子。但是黑方阵型有点不稳，并且这里要丢炮，这个炮已经是逃不掉了。黑方这个时候选择进卒，这炮已经是没办法跑了，被钳住了。这里吃掉之后，黑车吃掉，再去吃上去。这时候。黑方必须要下士，要不然一将军把将起来之后，这棋也比较麻烦，以后可以跳马起来。先下士，下士之后，红方直接跳马出来。黑方炮打掉底象，红方平炮，准备是沉底炮来抽将，黑方肯定要顶住，不让红炮沉底。顶住之后下车一将，下士。这时候再跳马，下一步直接有跳马上来杀棋，黑方只能回士，在马踩中士，这棋还是要杀，老将出不来。所以这个局面下面，马跳到这里，黑方也不能够退居来这里守，来这里守之后，红方可以走马六进八，这里将军有个抽车，如果再平车，那么红方又可以成底炮，所以这个局面下面先退车。推到自己下二线，如果这里跳马踩上的时候，可以平车顶住，可以挡住马。在这个局面下面，红方直接是走马六进八踩车，这里又有挂角，先守住，那么红方就成炮，成底炮。下一步退车将要抽车，只能先坐起来。防止红方退车来抽车，这个时候再回马。现在不敢吃，吃马之后退车一将，黑方只能垫车再掏个炮，这车就丢了。红方跳马之后，黑方没办法走，进卒。进卒之后，红方跳马一将，这里不能垫车，垫车退车一将杀掉了，只能偏出来。偏出来之后再退炮一将，这棋黑方就非常麻烦了。接下来估计有几种走法，黑方车都要丢。第一就是进车，不管进到哪里都一样，就算来抓马和跑这里都是一样的。假如说抓马，那么踩士一将；如果是偏进来，那么跳马一将，这样车就丢了，将坐不下去。如果退下去，也是回马一将，也是要丢车。所以这个时候。将军车不敢跑，那么下士跳马一将，车不敢吃，只能退下去，再回马一将，也是打车，这样车也丢了，只能下车，下车之后踩掉，也是一个输棋。棋局走到这里，黑方就认输。好，这个棋局就讲到这里，谢谢收看。